这里真舒服。Hello， Hello， 早上好 ，Good morning， 这个牙都断。对，我跟小六呢，刚刚把早餐吃完了。然后他过来我这里闲聊一会，待会我们十点钟要去参加那个好奇心大会，对吧？好奇心大会，然后再去那边学习行业内的一些东西吧。对，交流嘛，交流一下，向大家学习嘛。嗯，下去吗？下去啊。现在下去吧，还有十多分钟，我们现在准备下去。这里环境真的太好了，朋友们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把我们送到这里来，对吧？2021西瓜普雷的第一场大型活动好奇心大会，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，然后阿香还有十三妹在这边，刚好凑巧碰到他们两个。没有啊？有吗？我还以为没有口罩的。他不是给了你一个包吗？那个包里面我知道，我忘记拿了，是不是？我也是忘了。哎哥，你有没有带抽水机过来？抽水机呢？我不想吃黄粮了。啊？不想吃黄粮。不会的，我跟你说，啊、我们发再高也不高。这里又碰到老朋友了，二哥。我们现在进入主会场了。到了，就这里。哇，都已经坐满了。我们来迟了。当然大家这又会想问，哎，你说这一年新时光能给我补贴多少钱啊？好的，没关系。大家好，我是西瓜创作人麦小灯。这个好奇心大会啊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然后也了解了一些平台未来的一些方向，对不对？对对 对。回家去好好做内容。对。然后出来的时候又碰到了两位老朋友。Hello 两位美女啊，我们现在下去拿饭票了。我跟小六刚下来了，这边就碰到了很多新老朋友啊，我们待会要进去吃饭，这里聊聊天，那边时间没到，还没开门。下去吗？是。没吃饱啊？我们没吃啊。哦，今天没有吃。哦。今天没发现。今天吃饱，让我们混钱花掉。我其实我们昨天晚上9点钟应该9点钟到这里，然后我就躺在门口那个表情就进去吃饭。我们刚才在外面一帮人，然后进来走散掉了，找不到他们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找个角落随便吃点，然后下午的话找一些老朋友聊聊天就行了，是吧 ？Hello， 嗨，又在房间待了一个下午。对，刚去接新娘上来，然后又碰到了胖大哥他们。饿了，你叫醒他没有？他到那里去吃快餐了。哦，是吧？他到西雅顿去了，是吧？哎，他们两个没出来吗？胖大哥来了，走了，去吃饭。吃饭去了，几个人在房间聊了一个下午。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吃饭，六哥。你又吃好饭了，这么乖，真难搞啊！你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以为你们忙去了，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们在房间，我们四个人在房间待了一下午，是比较清淡的，因为胃口不太好。然后呢，又碰到了一位老朋友，还是初次见面，来，干，来干，干，干了，干饭人干饭魂。是吧？你那种比较早吃的，吃饱再减，再减没到路上，始终有我。力气减肥的，减肥吃这个就是苦的。你看，哇，这狗粮沙的，我又不用吃饭都饱了。这灯泡1000瓦了吧？对，不亮。吃饭。嗯。哎呀，绕完整个楼，终于找到了，应该这里不会错了。嗨，小六，嗨，怎么六？二哥呢 ？Hello， 嘿，嘿 ，Hello， 是不是？亮亮，有一个观众，亮亮，哎呀，让我们两个绕了一大圈，
小刘那天不是坐电梯刷卡吗？我忘了，刷卡，瑞瑞刷卡。你今天是怎么那么慌啊？你那房间报错了，自己睡的房间都报错了。吃多了，竟然报628给他，本来是626。那我们两个闹了一大圈，就到前台去问628在哪里。他说这没有28哦，这个就没了。我刚刚看过，轮着他做我的摄影师，我做他的摄影师。好，那可以，那这样可以啊。谁也不欠谁。辛苦谁啊？来，不擦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几个又聚到一起了。其实呢，他也不光是我们坚持一件事情。这个人看到我们这边太好玩了，他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赶过来。小木也到了。这个就不用说了，叫认识。介绍一下。江湖老炮。是我们刚刚相识。穿越了人海城市，换来了彼此的相识，从此找到了心门的钥匙。